天到香港，然后今天到陈守仁小学交流。我们在这里请他吃一些小食，还有带他参观这个体验王国。是，我们吃完东西会跟他进去这些语文室去玩游戏。他会带我一起去看他们校园的不同的教室，我非常的有兴趣。你们小七的时候活动是啥？就玩鬼抓人。